八卦掌，八卦掌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国传统武术分内家拳、外家拳。内家拳主要是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所以八卦掌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内家拳。八卦掌创始于清朝光绪嘉庆年间，嘉庆同治光绪年间，创始人是董海川，荆南霸县的人，创始于北京。八卦掌主要是以掌法和走转为主的拳术，他走转的时候，练功的时候要走圈，一圈、两圈、三圈、四圈，右边也是一圈、两圈、三圈、四圈，拳数不限，每圈走的是基本上是八步，象征着千坎艮震。选离坤兑脚踩八卦的意思，所以这种武术就叫八卦掌。对练八卦掌法是以掌法和走转为主的内家拳术，练习八卦掌主要目的是强身健体，益寿延年，另一个目的是学习自卫方身的本领。中国武术它姓武，那就是说一定要讲究技击也就是练学习自卫方身的持法、用法、打法自卫方身的这个本领。对练呢，就是练习学习这种技击的手法。八卦掌对练，我们学习的练习的都是八卦掌的手法这套对练选择是八卦掌法中最具有八卦掌特色的，老前辈们经常使用的，也是经常常见到的一些个手法。这些手法充分体现了八卦掌以掌为法，以走为用，歇出正入，脱身换影的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不计不离，走了又回，回了又走的这种幽深打法。下面我们就讲解对练，先讲第一段。第一段，甲乙双方对面站立，要立正站好，头要正，眼平视，嘴微闭，吹肩坠肘提肛留臀，自然呼吸，气沉丹田，两手并拢。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先搭手，搭手的时候双方都出左步，出左步，出右步要出左步就都出左步，出右步就都出右步。我们以右步来讲解，先出右步。右步出去之后，两个膝盖弯曲，前脚五指抓地，有一个踩力，后腿往下坐，有个蹬力。这时候不要撅，不要撅臀，不要猫腰，不要低头，上身要正立。
量的距离可以缩短一点，今天出头出步，那么这步呢，我这步可以在他这步的右面，最远的距离两个步对立，不能再远，再远两人手搭不到一起去了啊。好，往后出，搭手的时候两只手出来，这只手抻肩坠肘，手心朝上放松，不要使这么大劲，这个小指要钻天，要在他的鼻子的前面，两眼看着我，不要随便这样出去啊，也不要高也不要矮，出去之后手的方向一定要对正他的鼻尖，而且小指要翻天，这样你看手上出了一个向前的螺旋劲，不用使多大力量，你出手他就有一个能把对方啊，对方造成威胁，给对方造成了威胁。如果说这一方要是小指翻天你翻天，而我这样我就容易被他偏离，所以搭手的时候两个人都要小指翻天啊，两个腕相搭，坠肘抻肩坠肘，后手在自己的肘下这个藏着，准备着出手啊。搭手完了以后，第一手先讲解，我是甲方，用穿袖挑打，穿袖挑打是我的后手穿过我的这个右背，其实穿过我们练习八卦掌的时候，你看我的穿掌都是这样穿，在运用的时候呢，我的穿掌不仅穿我的背，主要是穿他的背，穿他的背啊，穿他的，所以这叫穿。穿背的时候呢，不叫穿背，穿袖，穿自己那袖子，衣服手穿出袖子，这穿袖，这手把它挑起来，挑起来，挑他的手把它扬到这份，我这手才去进步，这手这手扬起来，从这打下来，这叫这叫啊穿袖挑打。但是出来打手穿袖挑打，穿哪，穿这个地方不行，我要穿这里一扬，你比如说你穿穿我这个地方，穿这个，我这时候就下去了。那穿什么地方，你看大手，我要穿他这个地方，你看我要穿这个地方，你打进来，哎，他打进来，我要穿袖呢是穿对方的肘部以上，一穿你打进来，这时候打进来就打不进来了，所以是穿起他打这个地方，他已经扬了，这时候再打他啊，大手啊，你看穿袖跳打，你看我用穿袖跳打啊，这就穿袖跳打，打这个地方啊，好，重来，打手。但是练习对练不需要真要打出去，刚才主要是讲解这个练习对练的目的是学习使法和用法，练习使法和用法，所以刚才进行一下演示。其实练习对练的时候就要轻啊，比较啊，不用太用力的把它扬起来，按在这就行了，这就是穿袖跳打啊，我的手手心朝内穿跳打，有人手心朝外也可以，但是不如穿内啊。好，你来，假如他穿袖跳打打来打，我就要出去了，那我怎么防呢，我就放这么防也行，但是他打我一防你要用吗，我还是出来不及。我八卦掌的手法讲究一心管二，一只手管他两只手，你穿袖跳打，穿袖打来了，我这只手，我们练习八卦掌的时候，刚才有燕子抄水的时候有这些动作啊，这叫磨内掌啊，在这地方我们叫懒龙缩尾，仿佛那龙的尾巴一缩，你看大手你用穿袖跳打，他
半天了，你看我这要懒得坐在这，哎呀，啊，就我这小一心，有一个憨凶八辈，就是我这一个憨凶八辈，七十万七肘，七万七指，多少年了？你看七肘七万七指，这手一搭，管他这只胳膊，同时要搂对方这个手，要搂这个地儿，你看啊，站下去了。我搂这点不行，他这个又顶过来了，啊，所以八卦掌的用法、使法的参数，一定要管对方的肘部，啊，汉一般，你看这时候他就不好，你再出哪个手打我，他就不好办了。所以从这可以看到八卦掌的使法用法，你看穿胸挑打、揽弄缩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穿也是从对方的肘部穿，我要管，你看你穿我，我也是管对方的肘部，绝不管这个地方，因为你管这个地方没有用啊，要管对方的中节或根节，因为这个地方你穿一条打，你管根节管不了这个，只有管中节啊。好，我传一条打，你用懒弄缩尾试试啊！传袖挑打，懒弄缩尾，哎，这个不用用这么大手指这么抓，用小手指这一抠就行了啊！你看，上来，传袖挑打，抠，哎，这就憨凶八辈下去。这时候，他要想打我，打，你就，我已经被他管制，管着，你看，传袖挑打。他这一只手管着我两只手，所以说一心管二，我怎么办呢？这时候用八卦掌的技击的那个特点，避正就虚，避正就邪。刚才我们练习了扣步、摆步等等，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在这情况我就用扣步，这一扣步身体就转过来了，那么他我正面就让开了，走，扣，等一下，你看我这我管他这手，这手呢我上上往上这么一缠，哎，缠手也撞，缠手缠手完之后我这一撞啊，我正他本来是这样站的，我到他的侧面去，那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所以再来传袖挑打，我扣步扣得不要太远，够不着也不行，扣太近也不行，两人对练要有个默契，你给他喂喂手，他给你喂喂手，他让着你点，你让他点啊。所以说哎，到这点这一转就应该啊，参手我刚要我这腿收回来逼得正在他的斜面，可是我又进驻他的两腿之间，这一打必然出事。当我要打他的时候，打你也缠手也撞，正面扣我，哎，他也这样上步，哎呦，我也没办法。在这时候，啊，走，我缠手也撞，你也缠手也撞，打他进步的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八卦掌讲究以走为用。你走就解决问题了，你不能这么随便走啊，你走的时候来一个大鹏展翅，走我往后，你看正好我一个大鹏展翅，他要不会走，他怎么样，参手结状，参手结状，他不动，他不是练八卦掌的，他不动，我一个大鹏展一走，你看我到他身后，可是我们这个对练他又要练习以走为用，让他走我们算一个回合是吧，好，重来，大手我穿手跳打，我穿手也撞，你走，那他你看我大鹏展翅，他也大鹏展翅，我们俩啊，一个大鹏展翅停，解决问题，好，回来，这是我的进攻，下面练习一下你用穿越跳打，好，不行，要充实，
要充实，不要一二啊，好，好，好，这个好。这时候我必然含胸，手一变够啊，你走，参水业障。啊，进，当他进步的时候，啊，我要慢一点就出去了，他也不要打，我们俩去对练，我必然在这里的扣步。你看，我也参水业障，走，八方南去。好，停。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二段要从双方的走转的大鹏展翅开始。走，大鹏展翅，大鹏展翅的时候，小指翻天，小指翻天，八腕要跟刚才基础八掌的大鹏展翅一样，沉肩，醉走，小指翻天，我指你，你指我，两个人的劲不要过大，要不要打好，互相的默契。走，停。八卦掌讲究忽左忽右，比方动手，我忽然从左边进攻，我忽然从右边进攻，要以走为用，在走中进攻。所以这次对练就体现了这一个特点啊。走，当然是啊，出去一会儿看啊，啊，这个突然的可以变成这边来，来来走。比如说你这一扣步，这突然啊，突然，这叫忽左忽右，以走为用，体现了八个掌的技击特点。那么这时候怎么用？走着走，停，走停，我这扣步。我这扣步的时候，一扣步在不知不觉中，他不知道的时候我已经扣步，扣步之后我这一步向他伸前上了一步，我的手早已经伸出，早已经伸到这里啊。那个大手，我这扣步扣得很好，可我这步子往这边上了，两人脱离了啊。所以要舍身去打人，打我掌是交手使用时越近越好。好，再走，你看扣，你不要动，他仿佛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用。这时候我上这步，这时候我用这手，这叫抽梁换柱啊，抽梁换柱，啪，这一手换上啊，就走了。可以拆腿打，也可以不拆腿了，走啊，打完了，也可以拆腿打，走，也可以走啊，你练一遍，你用一下，你走，抽梁换柱，好，你看你离得我远了，扣步很好，内部上要到位，离我身体要越近越好，走，不一定要把我打出去，走，哎，好，这次就很好。这次打我怎么办？我只好撤这个步，噌，我出这一步，在这边迎接他，这叫穿掌啊。怎么穿的？我讲一遍啊，你看着，你打完，看，侧右腿，左腿跟右腿并一下，似并非并，往他这边上步，上步之后，这手虎口朝上，手指朝前，手指虎口是圆的，但是要弯一点，从自己右背下出去。从他这边，哎，你看，就要防他这手。他同时也可以撤步，出这一手一样，防我，那我也是一样。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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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三穿掌。如果要快的话，就是两腿横移就可以了。如果要慢的话，走，上上三步，撤回来，走，再撤回来，啊，也可以横移，这就要快一些。啊，要给对方，最好是侧面，不要这样，啊，啊，这样正穿。穿的时候要坐身，要坐身，啊，兄弟啊，你打，你看，坐身，你也坐身，坐身，你看，坐身，啊，坐身，两个人都是搭着腕子，手指朝天，穿对方的，啊，笔尖，脚尖点地，啊，都是这个侧身，走。走，转，如果啊，现在改成大风展翅，我是抽梁换柱，你念一遍，扣步，我上这上面打，抽梁换柱，哈，走，转，停。第三段从三穿掌接起，也就是从腰子入林接起。好，左手走，走三穿，看，这叫三穿掌，也叫腰子入林，走接起。第一个动作啊，哎，这叫顺手牵羊啊，我向他身侧一扣步，哎，在这个你看这停，我向前扣步，身体一正，本来正走着，我这时候正好搭的手呢，这手一裸，这手抓他的肘部以上，两手一正好走腰拧腰，啪，顺着他这个胳膊劲儿，顺手牵羊，啪，这个力量很大，哎，好，你牵我，牵我，可不，我也没办法，如果要没有做好精神准备，一下子就被牵动，那么这怎么办？好，好，你牵，他顺手牵羊。顺牵羊时，我要顺他那劲，必然是一个跟斗。我往后夺，就就，我往后夺，你夺，你送我。好，在八卦掌的叫霸王送客，就如同走。啊，我这一顺出去，你夺，你夺。这个霸王送客不客气，就被对方打出去了，啊，所以走。你顺手牵羊，顺手牵羊了，我只有一个办法，把他这个劲儿啊卸掉。怎么卸？他往那边揪，我就一折着肘，一折着肘，他力量没有了。然后我这个步在这上，我可以急打，我可以变成急打啊，在这边讲一下，从。啊，挪，顺牵羊啊，看完，再讲一遍这步骤，我这手贴地的，这变成你看，挪，嗯，他挪不动，挪，哎，这样就挪不动。然后我这步骤，这手帮着他击打，击打，啊，这叫野马撞巢。我这步骤，上劲跟一头我像一头野马一样，哇，这是撞巢，野马撞巢。这是他的用法施法，对方捋我一定要急，对方挪我就用急打撞啊，来，啊，走，我急啊，你练一练，
对，行，别动，你打我，你看看，他自己就动步，他很不得劲，不得势。哥好，你看看，因为他的步子不对，步子放到里面来，脚踏中门往那，这样你的身体才是正的，鼻子往里打，你打，你站到外面去打，他那劲儿偏离，所以他的步子是错误的。好，来，什么啊？我捋，哎，这个要横起来，沉起来，要圆，就要扎上。击打，击打，没办法，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横冲，我推他最后啊，这个一挤，我一横，我就推走。你看，我再罗你。急，急，我挪，急，杀，他就一推就没有啊。所以走，我挪，走，走，我推他，怎么办呢？往外走一步，两步，三步，走，往那边，一二，对了，这个姿势非常好啊。往这走，一闭眼睛看前面，人家打了不知道啊，眼睛看后面啊，一二三，随时警惕活动，走马回头，马往前面走，人要回头看啊。你念念，你击打我，你顺手牵羊，我击打你推，你看啊，我这样走出来，把他的力量，把他的进攻，把他的招式完全让他落空，我走出去了，我走出去了，回头看，怎么样？回头看，这时候他一看有秤可击啊，所以当我挤来，我打你啊，走，往那边走，这时候我看有秤可击，我必定我要上步，干嘛？我就来一个恶虎扑食，我要追击过去啊，也叫恶虎出石，也叫猛虎出山啊，所以啊，一下子啊就扑过来啊。再来，你来一遍看看啊，走，你救我，我去推我，你扑过来，哎，很好，他扑过来了，我必然怎么办呢？我再跑跑不了了，我往这边跑，给他送货上门，送到他跟前，我只好避重就斜，向外掰步，你看，白步扣步，白步一白步，这时候侧身啪啪就爆皮了啊，风轮皮掌，练习这风轮皮掌过来啊，你看，我这摆步上步，这步下去，风轮劈掌，你练习一遍，我是扑你啊，你看啊，我就是扑，从来要摆步，扑摆步，这手挪我这手，那当你看过来，你这手到后头说啊，错的时候出来，我这手摆步的时候，这俩是同时的，这俩人这就上步啊，往后回来，这边来，我扑你啊，走走，你摆一只手拿，不是恶虎扑食啊，一只手拿上来，走，对，不是小手就这么拿，你不要这么拿，好，这变高，变高，拿了，对呀、啊，这不拿着了，上上，啊，上圆圆，啊，站好，你看，假如啊，上左步，我扑扑，对，还是没抓，那好，差不多，再看我一遍，啊，再看吧，出来，你看啊，这手一摆。这时候就，
啪就上脖子劈来了，啊，哎，劈来之后怎么办？你撤步撤。行动处置，哎，船长就是船长，手心朝上，手心朝再朝上，船长走，哎，解决了战斗，啊，哎，看咱们再练一练啊，看，从三船长开始，你走，我顺手牵羊，跃马撞草，顺水推舟，一，走马回头，风轮劈掌。轻功也撤步走，哎哎啊，你顺手牵羊，我顺手牵羊走啊，走一我扑你，好走停，第四段从轻功出水的走圈开始，啊，走，这手在上面，啊，其实就是打手，也就叫船长。下面一个动作，啊，叫英分百连，看，我这个脚在这儿扣步。扣步的时候尽可能往他这边赶一赶，离他近一点，因为我要踢腿，用腿踢他，不是踢，我要用这个脚面拍他这个地方，百连腿，所以叫英风百连。英风百连的时候这脚要扣，扣得近一点，摆的时候这个手左手一定要把它这用小指弯曲，腕部弯曲搭着给它叼住，不叼住人家跑掉了，我这腿就起不来了，所以只有叼着它，感觉到已经叼住它了，我才能起腿，这腿不能起直了，这腿要弯曲，膝盖要弯曲，膝盖弯曲很自如的就起来，所以这小腿呢一摆就行，你看啊啊，很轻松自如啊，所以走着走着走，扣步，你看这一裸，他不知道我裸，还是顺手牵羊还是什么，我这一裸，我这起步起腿了，一般动手的时候起腿，起我要抽的要快，巴掌的腿法出起就要回来，不能让人家起我来，哎，不能让人家给扣住，记得不能让人家给那，当然你看再踢踢收回，你看踢，你看我踢你踢打，哎，我这头要回来，可今天是对练，我们这腿要踢出之后等一等他啊，让他练习下面一手，走，扣，我一挪，我一手腿不要踢回来，最后他怎么办？他就有一个，那个勾尾，用那懒龙缩尾的方法一搂，比如说你踢我，你掰我，摆来。他摆得很好，他摆来了，我的手我要用这点进去勾他去啊，要勾他去，勾他之后人这手不打我呢，那再想办法走走啊，看啊，哎，我这一勾这个，然后勾他，然后我这个步要近身，近身之后我不管他这步了，撂下去反手摁他，我这反手摁他，因为我一勾他去，他这手还能打我，我已经把他踢来的百连的腿破掉之后，这手来了，我马上翻成这个手，这手一翻往下一沉，一沉之后我一上步，我这手
从后头就是暖壶摘葵啊，用我们可以早啊来，你看这一切我这暖壶摘葵用这个暖壶叫盖掌，在他的头部，在他头部。再来一遍，走啊，这一勾再一沉，你再有好，你练习一下。那走好，好，暖壶摘葵上步，新身哎，进暖壶摘葵，这是这手，他暖壶摘葵，我这时候怎么办？一打打我，我非常被动，这时候我的整个身子完全在他控制之下，在这时候拔过掌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了，扣步往这边扣步，在这样扣步行不行？你看啊，你打我行，你看我脑后摘葵，你往那边扣步，这汉子刀汉子打，他把整个胸送给我，只好这时候你看我说往那边打，哎，他往那边，我才能脱开，我才能躲闪我的手法。所以八卦掌的手法可以左转可以右转，这是属于陌生掌，一陌生就过去了啊。再看你看，你我带你走走，你打我，你看我这唰一摸啊，这一摸身就过来，哎，但是这一摸身就坏了，正好打。所以要看对方来手的力量的方向，招法的目的，而是左转右转非常重要。好啊，再看啊，锣别着急，摆不对，错了，忘了勾缠，这时候再盖我这手，哎，这时候下去，这时候我向外扣步，你看这只手小手变勾，往这摆步，往他身后摆步，往他这个地摆步，这摆步上我把他这个手机拿住了啊，因为他就打，你看我这腕子一扣拿住，我这时候他非常被动啊，被动之后在这时候干嘛，我再上这步，我用怀中抱怨这边打，这样他是一个侧面，他非常被动，已经站立不稳，所以这就是八卦掌的巧妙之处啊。从来我摆，哎，对，哎，你看我往这边一扣步，看看好了，一会儿往这一摆，对，那他你要像这样上呢也可以打，但这玩意儿你看你走开很难看，把胸扑让给人家了，所以呢我这一搂的人呢，我上这个步子我这样打，走开，你看正好我们是基础八掌里面的怀中抱月，为什么怀中抱月要往前走，要这样练习呢，练着腰要拧腰呢，目的在这些地方，为的是避正就邪啊。好，走啊，打，来，我给你走，哎，好，我这时候往这扣步打，这回就对了，你来摆练摆练，我一搂我一压打你，你走这个，好，上这步，对了，这个非常正确，这时候我挪一步这么走脱离了，我要进攻，而且还要破那手，用背身突进，上这一上步夸就挤你，你越背身突进走，哎，两个背身突进不用大方展示，用这个字，哎，当然大方展示也是可以的，再练习一遍，你再练习一遍，跟刚才一样啊，去我走，一压打勾我上步，好，背身突进，哎，
这回就非常合适了，啊，这回就非常合适了。好，哎，好，第五段仍然从背身突信开始，走。两个人走下面，手搁在下面，背身突信。走背身突信，第五段，我甲方先用，扣步，我这左手拧他腕子，我上左腿，把他腕子拧到这个地方，啊，使对方没法再动。假如看你来拧我。好，他拧腕子，拧到这个后背，这已经没有办法了，是吧？已经没有办法，是吧？拿死，拿得越死越好。这时候算死了，我要挣吧，拧我，拧，我没办法，你看，走，走，我拧，你挣，挣，你怎么挣？我因为我把这腕子已经反关节已经拿住。你要抽我也不行，怎么做也不行，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走，拧，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不行，我不给。往那边挣吧也不行，怎么办？你拧我，背身突信，走，好，拧着，这时候使劲拧好，拧的劲越大越好。八卦掌啊，遇上拿法有很多的办法。你比方你拿我手，哎，我这样走，随便拿，哎，我这样走，哎，拿，哎，这样走。所以说利用这种螺旋掌就可以破这种拿法啊。再走，背身突信啊，拿到这个地方，拿到这个地方之后，我只有用一个办法，我们八卦掌发挥八卦掌的积极特点，掰步扣步。你看我在这扣步，我在这掰步，你别动啊！我这一掰，我手一指，就可以把他几手破掉啊！重来，拿，好，拿了之后，我这手。扣步，你不要动。这个拿得很死，他很得意，所以他也不动。我左腿掰出去，身体一走，手往前一指，他手自然就会脱开，自然就会脱开。那么我这手的手法叫做，在八个掌里不动，叫做扣步。我这手叫行步撩衣，仿佛我的衣裳。给它撩起来，可是我在走动撩的衣服，所以叫行撩。我只有用行步撩衣才能破它这一手啊。再来，背身突信，赢了。你看我扣步啊，扣步，然后这手这样，你看我这手当手脚出去的同时，我的左手往前指，指，指，指的越多，你看，指到这时候他还攥着，指到这攥着，我再指，再指，他自己就得松开。我指的越多，他越松开，啊，这时候我就随便打了，我这后面随便打，所以用心不留一这种方法来破。好，你试一遍。往前走，直，这手不行，直，还是有缺点。你看，我往那边站，他举得很好，我可以撒手，但我不撒手。他因为我看他举，我没办法撒手了。他现在出现一个最大的缺点，你看他这手在这个地方，我这手怎么办？这手怎么办？我撒手我就打。哎，你没看清我刚才做的，你看我，你再走。
怎么办？扣步，星期一，你看我这手在他那儿贴着，其实我也不转，我也不拿，我也不推，我也在这儿。你把这手打，打不过来，你打了我就出去啊，非常重要。我算你啊，看看你再练习走。哦，很好，这时候太好了，这时做得很好，因为这次我要野马撞草也撞不了，我撞你打我也撞不进去，是吧？这时候你在，这时候我翻先下面不能没办法，这时候他把我刚才的拿法破掉，这时候我怎么办啊？打我，我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啊。走，再练一练啊。走走，行不了一好。那么这时候你打我，我可以出去，你这时候松开打我后背也可以打，任何时候他这时候都可以打。在这时候我只有一个办法，是吧？对吧？向这边扣步，往外扣步，或者先摆步再扣步也行，或者是你要有身法先扣步再拿步也行，总之必须是你要想往这边扣步啊，抬右腿打他的后背，打到他的后背来。直接就是说他的目的往这边转迎面，那个我只有往这边走，所以八卦掌是忽左转忽右转啊，陌生啊，转身是吧？他一摸身子就过来了啊，向这边来，再看啊，我叫你走，你看这时候我扣步啊，再扣步也行，抬地条腿打也行，抬地条腿打也行，要恰到好处，只要转到他身后就可以闭眼睛，这时候反背锤打他的后背，八卦掌停，八卦掌用的是掌法，整个八卦掌中三环掌、双环掌、顺势掌、背影掌八大掌、八不溜四掌都是掌法，唯一的一锤，唯一的有那么一手用锤，名字叫反背锤。所以说这反背锤老前辈们都善用，八卦掌董海川之后有隐士八卦掌、成式八卦掌，隐士八卦掌是隐伏，隐士八卦掌、成式八卦掌成庭华，不管成式也好也好，都有这一手反背锤，他们的用法都是如此，不过有的是分开手的用，有的是一只手的用，所以这反背锤非常重要，所以在二十四式对练里头我们特意把这份反背锤演示给大家，把它编在之内练习，来学习八卦掌的施法用法，来理解八卦掌的技击特点啊。再来背身投信啊，我拿你走，我这一你看一扣步正好反背锤，我要反背锤了，你开始撤步打翻掌锤，狮子张口都行，狮子张口，哎，我也狮子张口，哎，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啊彼此不分胜负，来返回来，咱们俩你抓我你念好，我啊行不了一走，你反背锤扣步，哎，反背锤，他反背锤，所以我这时候开起来，我就说大鹏单去也行，狮子张口，哎，这也行啊，这也行啊，再练习一遍啊，走，我先走。
一起反对谁，走去人口返回来，去人口都可以啊，接着走，跟我好，我心有余，走打，走人口，好行啊。在练习这个对练过程中，一共是五段，每一段的结束时候，有时用的是打棒展翅，有时用的是狮子张口，有时用的青龙出水，有时用的背身突信啊，有时用的腰子出林，腰子钻林啊，三穿掌，用哪一个姿势都可以，目的是练习八卦掌以守为用。因为你打来走，随便一掌打来，打来哎，我这你看这是八卦掌特点，随时就可以以走为用啊，随时就可以穿出去，就可以这一走可以把很难防守的动作，很难防守的打过来的招数而化解。